要上排骨去啦！对啦，对啦，我来讲是啦，对啦，对啦，你相信我啦。哎呀，你那是统计好只啊？你拢排起来哦。要上排骨放下，你拢排。啊，算，要上排骨放下。这要上排骨，这两我收了啦。这个我一只数给他杀四百块嘞啊！我还讲，我招三个人去就好啦。这两天唔免招六百，招七百。 我也要上排骨，你食伊排骨台湾的，食伊的汤头，你食看卖三个鸡钱、四个钱、四百咯。上面食要上排骨的四百，够两面食要上排骨无？你相信我四百，够给两包个，够两面来无？有啊。来试试。阿哥来买啥？花枝啊。啥物花枝？你讲我咧煮菜，不然我今仔讲我咧煮。你讲这花枝，我来讲你不咧煮啊。 花枝无花枝啊！这透气啊！你套去旁边起来啦，讲伊如你做我拍死，家国讲讲我就无爱相信啦。你啊正常，正常这婆婆妈妈咧煮菜，应该啊，不可能有烦恼。来啊起来好啦，有影啦，养出好啦，卖生济，算你起来花啦。我来讲即摆人我无遐济，我先甲恁敲一下好难，想想啊，好啦，等下人啊来，我就较无时间伫遐煮啊。到边个？ 我有一个特价人客，每一礼拜拢爱食买三千，这，逐礼拜拢爱买三千。啊，昨日伊还过来买，昨昏你敢有伫遮？啊，昨下过来买三千尔，伊拢来就记名过，刷二三千，过伊一千啊，逐礼拜拢爱买这。爱食的人客要食刷二的，唔免互你开一千。两个人客要送新价钱的五百咯，500块上面食刷二的，要送客。来，再搁送。我一袋卖你百几块啦，你是几啊新价钱的？我无啊。 咱这种地啊，搁送你啊，两个咯，500咯。来，上面食蒜泥哦，上面食鳕鱼哦，500块。蒜泥干啦，要食鳕鱼。拢有啊，收收收，蒜泥无，要食。来，上面食透天啊。透天要食开500咯嘛。你去几百，许个蒜泥啦，这简单轻松个，莫长收这十工啦，拼拼来，你也无啥物啊。来，上面食透天500咯，哎，甲过尾落啊，你一边刷一边落。上面食透天500啦。 你肥足多咧啦，即间差一尾，凊彩我差一尾嘛咧，嘛来三百，两尾就六百，500上面食套丢，后壁讲个套丢，来500上面食套丢啊，500块，来啊，即尾搁送你啊，来500，上面食套丢500块，来啊，新价钱，我来讲啊，即尾搁你啊，三个都三个，即无够，卖面500上面食套丢，套丢足贵个哦，500上面食套丢500块，有人要食套丢个无？ 系咯，佮一票你，三个价钱啦，无就收啊，即免搞住啊，开500上面就套。小事啊，500块够两米少，套。小事啊，勿是。嗯，无讲起来啦。恁是为做来啊？是来遮尔吗？会过来无？恁这边走。会过来就系啊。伊就是讲要佮我送个，讲安尼个，讲讲个咩海淘。未佮来。阿姐未过来，放工来，佮未过来。哦。 我了这多钱，感谢你的支持啊！你下过来白过来，我嘛是爱送你啦，500啦。哎，收着。我收着。最后这500上面钱，我实在袂你金卡，你搁买会着？上面只套丢500啊！搁买只套丢无？上面你金卡，你搁袂晓买套丢？你无听？没啦，没啦，还没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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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
洗，啊，唔好揢出来洗，好起来洗，啊，怎啊一个一个看要皮就太油哒哒，就是这我等下会常常用到啦。哦，你唔好一直揢鱼啊，揢啊，别别别，等下我会无够用。来，好，阿哥，你要啥物？白箱啊。是叫无效啊？白箱好啦。白箱我吹落去。白箱我吹落去啦。来，我要食白箱哦。来，就是。你用啥物？哎呀，你长啊，你唔好一个甲拼去哦。迄卡水是袂当垃圾的哦。哦。帅哥，你今日要食啥无？哈？慢你啊！你要偌济？要要强个？一千啊，伤济。伤济啊！你要几只拢无要紧啦？不会啊，一千伤济。一千。一千块啊，你磨啊！这一只喊价就七啊五，你去嘉义裕东路喊看嘛，两只千五送一千啊，这只够哩，满够无加音。哇！这只过来一千啊，过来要食鳗鱼个无？真只八宝，来要食鳗鱼。
拢有啊吼，都有人哦。来，我来啤酒啉。这个好吃啊，这个好吃。来啊，有人要食这个？这啥物恁知哦？这啥物恁知哦？这叫中的白青啊，这太好啊，这免太啊。这番薯粉你甲我说说，用煎的就好吃哦，哦，用煎的就好啊。爱食卖哦，你开新开八百，来新加钱的一句话就好，来300块了。有人要食白葱的无？300块了。白青有人要吃无？300了。白葱有人要吃的吗？300块。你要 PPA 哦，像我昨下讲用 P 啊，你唔好甲夹做伙啊。有人要食白青的无？300了。来300，到后尾食白葱的无？300。这白青番薯粉收做增加，揣这鱼仔嘛是有够用。斤两三，斤两三四五六七八人客啊，来啊，我再搁送你，我再搁送你，唔要紧。一个人来300，啥物食白青？有人要食白葱的无？300块呢。300到人要食白青的300，我再搁你啦。来啊，我紧啦，再搁你。你也别搁贵少啊，阿叔。阿别搁少。来啊，我来讲啊。你只要加客300，我的人客啊，来啊，我再搁送你。一个人加客钱了，300啥物食白青的？有人要食白葱的无？再搁送你。300啥物食白青？有人要食白青的无？300，再搁送你，再搁请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。一瓶四个人家，先给钱的人家买袂着啊！200了，来200块了，200块了，来200块啊！来我掏钱，两个，那无税收，两个，再来人家去吧，我那无卖300块，200块，四个，拢来啊！啊，拢来得啊，来啊！200块。哦，来我再，来我先给你收一下，别怕少，你收下来，多一下哦，看美女要来无？来啊！只加两分哦，哇！这两分哦，哇！哦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我白钱无你，自身白钱人个呀。头先我哩，来头前个呢，加200。我做咩标？来，我开始有啲熟个哦。我唔是讲迄免输咧，迄波不会用咧。我是讲硬硬迄尔啦。来，我走你300。哎，这个，这个玻璃弄差啦贵一点啊。好，这唔免，这唔免留啦，搞完这拢唔免留啊，系啦。来，过来要食啥？我感觉袂食萝卜糕袂歹啦。啊，拢有食啊。小笼汤包起个。啊，你也无爱拣拣毛。来，有人要食这无？有人要食这菜头粿无？有带有花。伊要来啥？拢要食。小笼包起个，够人要食菜头粿？这春水堂的萝卜糕。好、哦，这菜头粿这真着会吃哦，350包要拿来先加钱，150了，之后搁送。来，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150块，萝卜糕啦，150尔，收起。来，上面食小笼汤包，150了。来者。150上面食小笼汤包。有人要食小笼汤包无？150。来，小笼汤包这一包50了，150了。150上面食。这包不要给规条了。等个百五个人要食小笼汤包哦。我今晚是咧花风送的呀。百五个要来哦。七点没啊？来边啊一包啊。百五个人要吃来无？拢有啊，好来。来这边，好。我等迄个尔。有人要食鸡腿卷无？鸡腿卷。鸡腿卷有人要吃，鸡腿卷350包，我鸡腿卷要求好吃哦。来200上面吃鸡腿卷。辣椒。有人要吃鸡腿卷的无？200块尔。我还讲话，等下去干杯了，换一个无同的。有人要吃鸡腿卷的无？这用鸡腿包落去做，唔免300，二啊五，先加钱的人加这条过哩。200上面吃鸡腿卷。有人要爱无？这条搁送你啊，这条搁请你啊，这条过哩啊，350包面啊，200上面吃鸡腿卷。有人要爱无？来，我掏钱。有人要食鸡腿卷无？200。你想迄个什么啊？迄个什么？你想迄个要啥？我帮你处理去。200够人要爱无？好。好，收啊，行啊，来唱歌啊。收啊，赶紧行。你先去背包箱啊，香格里拉。你看着去两斤大包啊。好，行，上来，收啊，后边看看。
一个你再去鱼贩头买买米露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切瓜卤米啊。你是够要买无？无我真正要你妈啦！你若无要，我真正爱你妈啦！啊，我要要直接你垃圾屎。你有买啥物无啦？你妈有啥物？你有买食啥物物件？你卖我讲一下，啊无我真正搁袂。哎，晓得好啦，免得啦。有时代志简单就好，莫复杂。走啦，我这拢要拼。